在数量上
虽然比去年略少，但是在值得方面却有所提升，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也期望明年会有更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来参赛报名，共襄盛举。在此，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国泰金控蔡宏图董事长。由于国泰金控的大力赞助，让我们今年的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得以继续的举办。还有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王玉群总台长、李芳琪副总台长对我们这次的活动的鼎力协助，在此一并的致谢。在这，我要感谢我们评审团的所有老师，在炎炎的夏日挥汗来评审我们参赛的作品啊！评审老师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再者，我要恭喜所有的得奖者，你们在激烈的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评审老师的一致肯定。至于今年参赛未获奖的新闻同业，你们也不必灰心，明年加把劲，仍然会有获奖的机会。新逢九一记者节的前夕，我谨代表本会向全国劳苦功高的新闻从业人员致意。最后，敬祝在场所有嘉宾平安、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袁理事长，然后我们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徐司长，还有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早安。早安。很谢谢这个袁理事长啊，在最近这几年让我们许多的老师有机会一起参与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的评审工作。其实在参与的过程，我们自己也可以接触许多不同面向台湾每一个不同的社区，甚至是偏乡地区所看到的一些文化的自发性的动力啊，那是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跟记录。那么今年的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它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方向哈，比如说我参与这个奖项，应该包含过去的社会光明面，一直到现在也有五六年哈。那在最近这四年看到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大概前两年比较大家会去记录既有的一些文创产业的发迹的故事。那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我发现大家开始去为文创产业把脉，然后去检讨为什么有些在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以蓬勃发展，那为什么有一些却走不下去？他会去检讨既有的一些配套措施跟政策，甚至在地的一些公民团体或者是一些成员，他在参与协力的过程中有哪一些可以在强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四届的文创新闻产业报道奖，其实收获最多的是我们的每一位评审老师哈，也很谢谢主办单位。那么也预祝我们这个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可以继续坚持的走下去，让台湾的文创产业能够继续的撒种生根哈，能够这个满庭花香。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黄薇薇。辛苦，今天也很早就到哈。好，接下来由我们中华民国广播协会理事长、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刘本善刘董事长，好，以及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总经理林庆祥林总经理，欢迎。还有我们中华民国新闻通讯事业协会副理事长吴耀坤吴副理事长。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副总台长朱文贵朱副总台长，以及我们中国日报社副社长林仲坤林副社长，我们林副社长今天是刚升任的哈，好，那
们恭喜他。还有我们中华两岸事务交流协会理事长谢正一，谢理事长，欢迎，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重头戏，我们商业周刊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经济日报的好朋友哦，我们也请我们的徐居徐司长来为我们颁奖，恭喜我们的得奖者。那我们也请司长跟两位得奖者在台上稍候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中华新闻记者协会理事长袁天明袁理事长来为我们颁奖哦。同样是平面新闻报道类的优胜哦，我们同样是商业周刊柯小玲得奖的作品是《翻遍故宫找皇上吃的菜》，以及商业周刊张嘉玉得奖作品是《超人气商圈》。好，请我们的得奖者。好，商业周刊也太厉害了吧！哎，我们虽然这个现场的人不多，但是我们给予最大的掌声好吧。没错，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非常需要努力的工作。好，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理事长来为我们颁奖？我们商业周刊的。有啊，商业周刊的柯小翔以及呢张嘉玉。好，恭喜我们在平面新闻报道类的得奖者。好，那我们也请我们所有的得奖者在台前跟我们的颁奖人一起合影留念好吗？好，恭喜所有的得奖者哦。好，我们是不是给予所有的得奖者一个掌声？礼拜六早上啊，如果不是授奖的话，其实就媒体朋友应该也还是在工作的哈，所以呢。